了了，万一再遇第五底波哎，不要紧啊，应该是我唱他听到就是有在，没有听到应该就是回了。OK， 那就安排这首，这个在我们歌坛最近也是非常流行的一首泰国的歌曲，那我们唱成一个华语版，献给我们在场所有的朋友，谢谢大家，你们留下你的脚步，也希望大家今天度过非常美好的一个晚间。好，安排一首跟我约会吧。好喜欢这首，我们听一下。让我的心像你